写作业去。快点。做好了你。啥呀？做好了。坐正的，把笔弄好了，这样写，专字字写正的。啊？现在咱们写作业那个本子要放正的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本子要放在上面，这样写，嗯。写好了，好好写，把本子放这里。你这个会不会？这题。这题，写，快写，快写，写上去完了。手法压的，压的，好写。你们俩写好了没有？嗯，写好了没有？没啊。啊？没？没啊？快点写。写啊？那你干嘛呢？我带着检查作业，快点把语言写好，爸爸把数学作业告诉你。那你写那个？嗯？写那个数学作业。现在就告诉你数学作业，那语言写好没有？没有。快写，语言写好再说。把语言写好再说，这谁弄的呀？啊？他是谁？嗯？他是谁？那人不吃啊？我不写作业。我不要吃，他一直叫我吃。啊，你哥哥疼你，是吧？写作业，你的笔呢？请问一下，帅哥。快写吧，我走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两个哈。我找小姑玩，快写作业，待会我来，待会我来检查作业啊。嗯。还有呢？老师给你自己布置的作业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晨晨，干嘛来了？我就问你，我数学作业是什么？你语文作业写好了吗？对啊。没了吗？那走，现在我过去把数学作业搞到你，好吗？走，井，走吧。井，我怎么喝一下？井是小鸡。语文作业写好了，真的。对呀。语文作业全部都写好了吗？那走，还有数学。小鸡吃方块是吗？走走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虫子啊，这个。数学作业，我打都打不死啊！打都打不死。那给爸爸看一下你的语文作业写什么样的，我检查一下。挺多了。嗯。这么多全是啊？这里一个字，这里也全部，这里全部，这里全部。这是抄写吗？对呀。给爸爸看看。从这第一课抄到这里。从哪个？从第一课抄到这里。全部都抄好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要记得语文作业。对呀，但是数学作业忘了。春夏秋冬，春天下雨，秋霜冬雪。我不是。你认识吗？认识。那你随便念一句给爸爸听听。我不想念。本来不是你事。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写数学作业。好，我把数学作业拿给你，你坐那里等我，坐好了。你数学书呢？书包里，来，把数学书拿出来。数学书，走。你给他以为数学书来，数学书，爸告诉你，数学作业是第十三页的第二题、第三题，还有十四页的四五六题，抄一遍。快自己找！我还要拿数学本子。嗯。好了。
先把。三页这题和这题，14页4、5、6，对，抄一遍，来吧，你要这个写的？对呀、啊，我破了。啊？我破了。就这个写的？对呀、啊，我就破了。啊，衬衫，来看鞋，13页，行。23、14页、23、45、6。啥？衬衫。啥？看鞋。那个13页的23，看14页的4、5、6，写吧。23作业太多了，写。啊，对对对，23，还有这边。我说太多了。没，不多。还有这边那个4、5、6，写吧。我都哆嗦了。快点，全部抄一遍啊！全部都抄一遍。但是我感觉我这些本子不够用。不是给你买了那么多作业本的，东西呢？啊？那天李小哥不是给你买了好多的作业本吗？他不给我买数学本。又买数学本？那这是啥？这些都写完了，书包里面没有本子了。书包里没有这些本。那天没买数学本了。对啊。这个本想去哪里就是。各写，就这两页各写，先写吧。那个啥？我还要写一个空的。你先写，为什么办？我去书包里找一下，下午上街给你买。小屁人，小屁孩儿。对呀，我怎么写？不是，你这里面没有书本的吗？啥？没有了。想一点，记一下。他这个书包里有一个日本本。日本本可以用吗？不可以，他是写数字的。你先写吧，要不然你那个纸借一下给弟弟。啊，行。啊。你这是作业本啊？啊。就两张。我撕下来了，我没有带好一个。你写，这不还要纸吗？这边各写，先小一点，各写这边。这第二题这里就不用了，第三题下面就不用了，你看4、5、6那边就不用了。来，别动啊！写，把作业写完了，爸爸带你出去溜溜。作业不写完，溜都不溜，听见没？我还要抓虾子。干嘛？还要抓虾子，还要抓虾子呢，不能跟你去溜。抓虾。对，抓什么虾？他要去抓虾子。去哪里抓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抓虾子。哪里有虾？说给他抓。我也不知道。他，他刚才正中跑到家后去，我说那边有虾子，我昨天写完作业带他去抓。他想逮鱼打。他想逮鱼摸虾是吧？对。王岩，你别逗你弟弟，现在哪有虾给他抓？太细了。我们小时候会那个鱼啊虾呀、抓，现在都没了。抓虾，快写，写完哥哥带你玩。你想去哪里玩，让你哥哥带你。到地里面去放风筝。我只想抓虾。只想抓虾。快点写啊，走了哈。走去哪？你写。那你写。
也不去，那你为什么说不动？我走了，你在写作业。